分身释迦理论，即是一人欲即即分彼此，既分宾主，各遣其者，此化神境意，闻彼若为师者，将世而归。了解咱世间呐，本来都爱有理解啦。释迦牟尼佛已经呢号召所有的分身佛都各执一处，从东方分身佛开始，安尼分分来咯，一方一动啊，八方齐动啊。一光一照，八方皆照，这呢是表示啊，咱佛法一理通啊，啊就万里铁啦。这项道理在，应该呢。所有的道理拢爱了解咯，所以释迦佛开始将法啦，开始归回来啦。所以这个所在讲分身释迦理论，即是一人。意思就是讲，法在任何人的心灵接受了佛法啦，持以应用，无不都是从源头这个法啊道理，安尼去用啦，人人一理通。哎呀，万里天，人人拢是共款，知影方法，啊，就是安尼共款的方法，共款去做，这就是道理。常常伫咧譬如做目像，师傅呐安尼甲咱讲，多啊角。是安尼转过来，伊就是四四角角。那转一角你了解啦，四角的方法拢共款啦。学功夫就是共款是安尼，你会晓呀？裁剪做啥？教导，教你教，安怎牙？一块布要安怎教？要教的姿势，安怎姿势？哎，画一个，啊，咱都爱照师傅所教的，啊，就是爱安尼的姿势来剪布啦，一领衫。才做会水啊，同款啊，针线的道理是安尼，啊做目的功夫也是安尼。任何一个人啊，所要学的物件，拢是有伊的道理，道理是功夫学起来啦。拢是共款啦，所以讲分身释迦理论呢，即是一人，其实共共一个人啊，分身出去啊，是释迦佛所说的法，逐个人通达道理，在应用，在利人群，在度众生，是共款的道理呀。 呀，那是欲境境，那就是啊，脚骨行过的脚热，咱的脚是遮大，捌到水行过的路，就是共款，这脚热、脚粉啊，拢伫咧，这叫做境哦。有人讲。 素净，同款的意思啦。所以讲，欲净即分彼此，既分彼此吼。咱若是素，啊，就是有分别。人，咱逐个人拢叫做人，道理拢叫做道理。啊，但是呢？ 人啊，啥人用的丈三二四，各有名，各有地，有地方，有名字。真呢，以思想来讲啦，思想都是正，那理呢？理就是真理。 真理拢共款啦，啊，思想都分别，思想伊都有分东西南北，所以思维都有分啊，这个方向、地点、人类啊，到底是虾米人，都有安尼。 分啊，分彼此，是你是我，啊，我是主人，啊，你是人客，所以自然呢，都有安尼宾主的分别，人客甲主人的分别啦，这呢，拢叫做思想。 道理啊，本来都是用伫思想的，所以各见是者，其花心境矣。虽然啊，道理呢是无分别，道理呀无形无相啊，大家人都会当用。 噶既然大家人会当用啊，那分别伫各处咧。那现在分身佛开始集会啦，自然啦，人各方是东方转来的呢，南北西方来的呢，这呢就是。 各有方向，所以安尼，一直逐个人涌现来咯啦。各见是者，因为人人来，各人啊，拢就伊诶宝座伫宝树下，树主座上。 个人来啊，就是个人就个人的位置着，这个中间就开始呢。每一尊佛，伊已经归位啦，那就各遣使者啊，每一尊佛啦，要来的时，就会带着使者来。 啊，这个使者呢，释迦牟尼佛是坐定啦，但是分身佛来啦，拢做好事，温存啊，释迦牟尼佛也是如如不动，坐伫迄个所在，所以分身佛伊就会派遣使者来向到本尊佛啊，爱问安，所以讲问病恼为殊，那这就是一种世间的仪态，世间的仪规啦，即嘛，大家人拢到位啦。释迦佛伫迄个所在，大家人呢带来诶使者也爱赶紧向佛去顶礼，也有即个礼节，爱向佛问安，咱嘛是共款啦，咱定定就是问好。啊，我未当到近位去，但是呢，啊，我会当派对我来的人向佛问安，有平安无？近来好无？这呢，世间也是拢安尼的礼节吼，这就是应世吼，应世间的代志。是安尼啦，尤其是呢，释迦牟尼佛啦，伊应世间的世修啦，大限将至，大限不远啦，已经搁剩无偌久的时间咯。这时间总是呢，佛陀啊！释迦牟尼佛已经爱将伊来人间的目的，所要讲说的法啊，一定呢爱无有漏掉，爱完全的控验本怀，将伊内心想要讲的话，拢总爱讲出来。来人间一大事因缘，这个目的呢，也是爱赶紧讲出来。所以该讲的呢，正面啊，即从小教、二中教、二大教，处事呢，安尼已经讲啦。谈空说义务啊，拢总呢，伫前面一一处事，互咱会当了解呀，了解了后啊，人应该爱体会啦，法入心，现在入心啦，大家人的心理。有所过去所讲的话啦，从四谛十二言，一直到现在呢，六度万行，所过程啦，要安怎样归纳到佛地？回归到人人的真如本性，甲咱的本觉契合过来，法回归咱的本性来。这安尼呢，就照着多宝佛啊，宝塔现前，也是用安尼的形象。来表达道宝佛塔，故五百由旬，長康呢250由旬，互咱會當真透徹了解呀法大乘法啊，教育咱佇即個5次10基。 那这些众生凡夫地开始，众生凡夫地啊，那这些250由旬，啊，种种25有啦，这些法众生啊，会烦恼法啦。 实在是真济，但是一念无明啊，触动了真济烦恼无明，做着真济呢，尘沙习，才会连家己都无了解啦，家己所做作的业，那家己来迷惑自己。 真侪真侪代志，生生世世，互咱无法度去体会。这都是5次10基呀，为基础啦。佛陀就是为安尼的众生而来人间，这种众生啊。 诶，即个5次地狱、五鬼畜生、人道、天道，即、这个5次啊，无不都是将心去造作。啊，即、这个5次啊，5道呢，无不都是开始从25有。 诶，烦恼无明啊，分析出去，哦，法实在是真多无明的法啦、啊。无明，你有遮多呢？诶，无明，都还有真多啦。会觉悟道理呢，一去对。 去对迄个无明来启发啦，这就是佛陀来人间啊，真大的目的啊！40多年，特别过啊啦，世寿呢也将尽啦。这当中，不管大家人是毋是有体会到，也无法，总是一定要讲出来。所以讲，应世大限不晚呐、啊。 离开这个世俗的限制呢，已经无远啊啦。所以到这个时阵，就全无丝毫服从啦，哎，完全将伊的心怀呢，拢作爱提出，哎，向大家人一讲出啦。 互大家人去了解啊，所以法門萬行啦，法門真濟啦，40多年咯，不管是用講的，用行動的，安尼都愛行過來才會了解啊，也若無。 什么叫做六道呢？六道啊，布施持戒忍辱精进，禅定智慧，这都爱修啊！布施，咱爱去身体力行，众生苦难偏多。 是大自然的灾害，使众生受苦嘛？是啊，每季台风，甲咱台湾的陆地，安尼接触啦，从安尼开始，阵风阵雨啦。 一阵一阵，安尼开始啊！因为这个台风暴风雨啦，面积足大个啊，规个台湾呐，无一个所在是无台风的这个云迹，云看到。 迄个太空中所翕落来台风的结果啦，是足实的，而且伊个台风眼呐，阁是真大，对太空翕落来呢，规个台湾拢无看到啦，伊个风力嘛真大，最强的风力呢。 有甲16级，阵风嘛有甲14级、15级啊，是真强啊！安尼一阵一阵愈来愈强，一直到下晡2点外，这个台风眼才去撞到咱的中央山脉，中央山脉那后壁这座山啦。 安尼呢，去碰触到啦，这台风眼忽然间呐，从空中来看这个台风啊，忽然间，这个台风眼无去啦，迄当阵才开始风雨呢，就减弱落来，迄当阵。 就是台风减弱受迫害啦，所以中央山脉好亲像台湾的雨山神同款，台风到迄个所在碰撞到，自然一个完整的台风的结果，安尼伊去散去。 所以安尼才开始停落来，但是呢，伊周围嘅暴风雨啦，拢是真强啊！所以看迄个电视呀，诶画面伫咧播，外口啊，人徛袂住，唔只是花莲风雨强。 台北也是啊，看到啊，人伫迄个路面伫咧行，不管是台北、台中、南部，一路呢看到电视，安尼画面翕落来，人徛袂住啊，摩托车呢嘛是同款。 伫路面安尼吹倒落去，连人带车吹倒，甚至呢，真重的货车伫路面伫咧行，也嘛是规台去互伊淹倒去。阁有一部游览车是带了客啦。 伫中部人啊，也是同款啊，一阵风啊，规台车拢甲淹倒落去，风力会强，哎，就会知影，搁再看到啊，厝真侪啊，迄用价啦，大楼的用价呢，安尼规大片啊，当着风呢，规个拢散去啦，满天飞啊，好看着是真危险，看到影片。 厝顶啊，一片一片烟啊，影片一片一片光啊，安尼呢，直直飞去。这呢，是伫电视的画面上所看到。呀，其他呢，因为下晡就拢停电啦，300-400万户呢。 拢总停，嘛停袂2点外钟哦，风雨遐尼大啦，毋知偌侪人伫外口受风雨，无危险嘛？伫迄个所在，要甲电火条引起来，爱爬去哩电火条的面顶去哩。 才有法度呢，甲电会通啊！所以讲，各国有法啦，法门是足侪种的啊。法要安怎去救人？台风啊，来以前，自这人开始呢，每家户啦。 是弱势的家庭、老人的地方，都一一呢去交代、去关心、去准备因的粮食。敢若伫花莲啊，伫宫庙的内底呢，收养着避风雨的人，那。 咱就赶紧去送餐啦！中昼，会记得中昼时，风雨真大，原来风雨遮大呢，伊嘛是同款。中昼顿爱送到位去啊！这几十户的人伫迄个宫庙的内底呢。 嘛就是安尼，唔惊风雨，当时啦，也嘛该想置换啦，送到位，惊伊阴暗咧，风雨若较大，无法度送餐食来，那就用安尼简单泡来食都可以，看，这嘛就是。 这大自然呐，台风一来，这过了后啦，又是爱搁动员起来咯。也伫台风的过程中，有偌侪人负责。伫社会，不管是警察、消防队，那伫咧救。 救难的任务的人，拢是呢，还是爱伫在中间去安怎样风雨中，还是共款来救援，爱去啊！这就是啊，也是共款叫做法。这所以讲，法爱将内心启动，内心。 有这份的爱心，将悲启迪啊！爱慈悲，爱勇猛啊！咱常常会讲到慈悲勇猛，就是爱有安尼的精神啊！无顾家己需要的时阵，就是爱出门，这就是法。所以讲，佛陀。 来人间就是要启发人人啊，本具人人都本来都有诶，这份诶佛性、菩萨心啊，不忍众生有苦难，这拢总是咱人人本具呀。那会当呢？这个本具，这个慈悲勇力，那会当回归于人人。 诶，本觉真如啦，这个社会呢，就会当真处事啊，真祥和啦。就是因为人的心会脱轨去，所以这份呢，会力、心力用错方向，那就是无明。 无明一生啦、啊，那这个力呢，输出去，那就是破坏道理、人伦、道德啦，那就做了真多的恶业。所以佛陀必定需要呢，时时来人间，时时来教化，启发人。 人一心嘛，爱有菩萨心，爱将小乘了解道理，人间的苦难，互逐个人了解呢因缘果报观，再开始启发人人发大心，立大愿，行菩萨道，这是佛道。 安尼40几年来啦，所讲说的法，到这当中开始爱甲法啦来归位分门别类啦，精准的爱真精真准，甲这个法爱真精准囥互伊归位，所以现在就是需要。 分身，召集分身，佛啊，到未来，所以分身佛各有伊个位啦。但是分身佛啊，伊就是爱阁有团，所以要来个时呢，阁有使者，使者就是伊个代表啦。那代表呢？ 就向释迦佛来问讯，这甲世间的礼节拢共款吼，那法归位啦，诶，处事也是共款啦。所以讲法门啊，万行如是体相，这个体相都是安尼，咱爱知。 用心啦、啊，法体就是安尼啦，哎，安尼应用，安尼归位啦，啊，即应开见显远吼，那即开现在用即个方便法啦来引导。 所以开方便门啊，显示呢，无始以来的真理是安尼大通地性佛的时代，讲说《法华经》啊，16王子再复讲，人人心中有我呐，这些要得。 每一个世界生活，那都是爱。从点劫以来，各人都是隆重、勇猛啊、精进啊，那都在有缘的众生中生生世世，这叫做一开境显远呐，种。 方便门开啦，显出了呢，这无数以来啊，真理不变，佛佛道同啊，这表示呢，原教古今合证，这真正的圆满的教育，安尼呢来证明吼，那过去大部分是古佛啊，现在说法的呢释迦牟尼佛，所以呢古今来合证，这个法啦，就是最究竟圆满的法，所以究竟果报就是安尼啦。 平等大会啦，也是安尼，这就是佛佛道同啦，咱爱真用心去体会吼。前面一文安尼讲，你是呀，一一方数百万亿，哪有他国土？诸佛如来。 遍满其中啊！这已经呢，过去真侪吼四方八达的佛啊，拢一一呢，拢总真侪安尼呢，遐个佛已经伫每一个地方都有发挥因的功能效用，所以讲遍满其中啦。 接落来的文呢，就安尼讲：时时诸佛各在宝树下，作树主座，皆遣使者闻信释迦牟尼佛，各持宝花，挽救二果之言。这些表示吼，那。 每一尊佛已经归位啦，伫宝树下四柱座上，啊，宝树呢是七宝所成啊，都是觉悟之树，法就是宝啊，接受着法啦，已经觉悟啊，所以做宝树下吼。 四主座呢，是诸佛说法之佛座，那这就是诸法空为座啊。大慈悲为食，如何忍辱伊？诸法空为座，这前面讲过去啦。皆遣使者闻信世尊。 那各国坐位坐定啊啦，或者化真侪世界而来啊，所以还阁真远啊，因为地方大啦，就遣使者去向佛问安啦，所以该遣随来一代菩萨为使者。 咧随佛来都是大菩萨咯，那来敬礼闻信呐，闻信释迦牟尼佛。使者就是大菩萨啦，爱有修行啊，积聚不得啦，才会当做使者。第一呢，信经坚固，要做使者，爱了解佛的心意，佛所说的法呢，爱真信经真深。啊，第二呢，其心啊，这个。 灭尽，爱知影即个法，伊爱真清楚，爱真探究。佛陀所讲即个法的意义是啥物？袂用诶马虎呢？啊，佛是咧讲法，互大家听，甲我无关，敢是安尼？毋是哦。佛说法，大家人听，我爱比别人搁较清楚，我一定爱真清楚，无清楚我爱搁问，这才是真正诶使者。这讲话，那佛伫咧讲话，那无法度真了解，还是爱搁问，这叫做密集，爱搁再找，找伊诶道理，甲真清楚为止。那第三呢，心无病，就一真健康，才有法度呢为佛做事啊。 啊，第四呢，就是爱虔敬精进。虽然定定伫身躯边，也都是同款爱有礼节啦，爱虔诚，爱敬重，也佫都爱精进啦。啊，第五呢，戒戒，爱守戒律啦。伫佛的身边，也都爱有积分的。 典范，爱做互人看，定定伫佛的身边，哪会当无做互人看呢？所以爱有自戒念心。那第六呢，心不骄慢，虽然是伫佛的身边，也是同款以身作则啊，无骄慢心，无控告，无重视。那第七呢？ 就是令心定意，咱心爱真定。第八呢，爱继续问谛，亲像阿难呐，阿难佛的教法呢，点滴入阿难心，咱现在才有法度呢，啊，有法好听，有法好讲吼。 这就是大家人拢坐定啦，那派遣使者就是安尼的使者代替呢，分身佛去向佛啦，那作礼吼，每一位呢，佛都爱交代，使者爱交代啦，那各持珍贵的宝会吼，那这个真珍贵。 表示恭敬来献供啦，这呢表示恭敬吼。分身释迦呢，理论即是一人。 其实啊，本尊甲分身佛呢是同款啦，但是呢，用这个执都才讲过去啦。执就是法啦，法呢，法安尼讲，好好用心听，同款讲过去的法呢，另外一个人佫会当去讲。我现在讲诶。 听有会当起效用啦，啊，听诶人发心，另外一个人再去讲，嘛是起效用啊，也是真侪人发心，真诶，同款诶道理，同款诶去说法，同款就是有安尼呢度众生，这叫做集佛，释迦牟尼佛。 也是现即来人间，过去无量所劫呢，生生世世显证，现在来到娑婆世界也是显证啊，就是按照道理也有大限，也有一个世修的限制，所以这个证伫人间已经呢消失啦，但是伊的法还是留伫人间里呐，所以讲起来，这个执欲，这个执啦，这分彼处吼，还释迦佛那伫其他世界又可以称作其他的佛吼，那讲一个法啦，无共人啦，用啥理事来应用？ 同款去讲《法华经》，无同的人去讲啊，《法华经》是《法华经》，但是无同人去讲，那都有张三李四啦，无同人，所以既分民主不无人事分别的相吼。既然都是有主人，也有来宾。 既然都拢总来咯吼，那当然啦，都人甲事啦有安尼分别的相吼，各事礼节仪规啦，这就是啊。伫咧讲事相，啊都爱有安尼的礼节吼，安尼的仪规啦，各遣使者持花心境。 表示敬重的意思，那以病老为殊，身体健康无？是毋是真平安？对啊，就是爱安尼来问好问安啦，这就是顺从世间的仪规啦。 父母教佛，我是代表叨一尊佛来向世尊问安吼，同款的道理，这就是礼节啦。分身佛，各教使者代称其名。使者毋是讲我是啥人，是讲我是代替啥人，真呢？ 就是一个仪规吼，那安尼咱就知啦。分身呢不必名叫做释迦吼，那一旦张三李四吼，各人无同的名称啦吼，那就是国土也无同啊，同款啦，随顺世间的法，会当。 逐个人拢用释迦牟尼佛的法，但是个人用家己的名，就亲像咱也无分什么宗教啊。印尼嘛有佛教，有天主教、基督教啊，各种宗教拢有啊。因共同做的是主祭，但是无同的宗教。 无一定讲啊，你就是一定爱讲佛教，无一定啦，所以啦，也无一定讲你叫做释迦佛，无一定总呢，就是讲一个法啦，依照这个法去行，安尼就对啦吼。所以啦，这地分身不必改名释迦，所谓。 我在异国，境有移民啊，我伫其他的宗教咧啊，我有其他信仰的一方向，但是呢，我来应用呢是这个道理，同款伫人间伫咧救人所做的动作，拢同款，这呢就是法吼，所以。 道宝之源以是有啦，道宝佛塔现前啦，道宝佛呢伊的心愿，除了听法，就是要见分身的佛教，就是要看佛啦，安怎教育，教育的法是虾米款？这呢就是安尼，咱知影。 超越我痴啊，也要突破了，已经呢，承在我成教之上，大乘法已显现了啦。所以大奥说之称，未随释迦佛啦，啊为圆究竟啊，所以先甲这佛。 分身佛拢接我来，继续呢，才开始呢，要开宝塔，因为大奥说菩萨啊，他所要求的呢，就是要看到多宝佛，啊，多宝佛呢，伊的要求就是分身佛拢到位，啊，现在分身佛拢到位啊啦。 即嘛过落来，就是大奥说菩萨啊，五万个就是开塔会当见到大宝佛啦。所以讲大奥说之称未随，就是宝塔的门也未开啦，大宝佛呢，诶，全身也未看到吼。所以现在释迦佛啦。 为着要挽救境，除了多宝佛已经满愿啦，大奥说菩萨啊，所称的法，伊嘛开始呢，爱显也呈现出来。这就是佛陀啊，释迦牟尼佛，伊的智慧慈悲，一顶一顶啦，向上呢，无数以来的真理，循循善诱啦，来教育众生，不断呢，求法来教育众生。 向下呢，爱要随众生的愿望，这就是释迦佛啊！那在人间这80年的时间呐，说法近50年呐，这呢，伊的一生要来满这个愿呐。当然啦，法。 是真深奥精明呢，是讲了三遍净土吼，互咱了解呢，要安怎出火体啦？哎呀，要安怎样呢？会当即过即个化城，也要安怎样到波数去？就是安尼呢，一处再一处。 用法来披露，咱爱时时爱多用心啊。